那今天的来宾真的是重量级的嘉宾，大来宾啊，大来宾哦。好，那交给你介绍出来了。那掌声欢迎我们的阿垮元少年。哎，hold on。听说今天有一个礼物，好像是万元的礼物，价值万元。以前你会买那个吗？哪一个？就是比如说国小会买喜欢的人名字，然后大家投我们那个一个什么名字，我们还故意弄他们的名字，他投票给我们。等一下啦，完蛋了啦，死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从头到尾都被这区吸引。这个你们刚才讨论什么？我们偷听一下啊。没有，什么偷听一下？什么？这个1400啊，我要贴钱。为了一个手，对啊。vocal 对。哎，这样也差不多。